抓起来，谁最配？你拿出来结婚证书，来拿出来，拿。什么意思？啊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苏雅。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，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 champion， 还有超强，掌声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ampion。大家好，我是超强。是演技大考验。我们这次的游戏规则呢，就是轮流一个人会当旁白，然后那个人呢就会负责讲故事情节，剩下两个人呢就要把它演出来，然后不能笑。剩下两个人呢就要把它演出来，然后不能笑。那我们差不多就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什么意思？这个会不会变成你们这部影片口头禅？他总是被你们拿走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是猜拳赢的呢，先旁白 ，choose。好吵！你好像金相机哦。一二四。哎呀！啊 ！Oh no！ 阿杰是一位宅男，他最爱看的呢就是动漫。有一天，他出门逛街，他突然想起，他以前很像有一个哥哥。好，没事，他就继续逛街。你都这样逛街了，突然又想起，很像不是哥哥，是弟弟。因为他也是一个 YouTuber， 他决定要把这个寻找弟弟的这个做成纪录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去寻找我的弟弟了。有一天，他在那个基隆的八斗子看到一个头发紫紫的人。那个好像，那个好像我弟弟哦。他决定迈出第一步。Hello， 一起来自我的频道，耶、yeah! 不好意思，你是谁啊？我不好意思，因为我那个公司有那个肖像权问题。哦、oh. ，所以。你很红吗？很红啊，有190,000粉丝的追踪啊。190,000哦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不方便入镜，怎么办？啊，那可是我觉得你好眼熟啊，我眼熟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好像我的亲弟弟哦。我弟弟头发是紫色的。啊，真假的？难道你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妹子吗？抛弃我的哥哥？抛弃你的是妈妈。哦，对，那我现在你为什么当初没有制止妈妈呢？因为那时候我还小，妈妈酗酒。我现在正在拍一个寻找弟弟，而且我竟然在基隆遇到你了。寻弟记，对，寻弟记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太棒，哥哥，弟弟。对，你就是那个超强破裂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我们终于找到了 ，Cut， 好棒哦！这一句好烂，有一段时间都没在工作。我觉得剧本真的有够烂的，应该是一开始哦设定他们是恋人，然后最后才发现他们是亲兄弟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是吗？哎。你是一个家庭主妇，然后呢，在家里面。开始录了没啊？等一下，我演的那么精彩。你酗酒这样子，你是平常有就是家庭危机，然后现在是欠债，不对，你老公欠债，你们家就是有10个小孩要养，你们就是压力很大。这个时候，家里的墙破了一个洞，砰！外面的寒冷的风吹了进来，你家小孩哭了。其他九只也哭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这时候，在外
辛苦工作的爸爸带着两个辣妹进门了。哎呀，恭喜啊！今天真的好累啊。哎，这是我老婆啊，就是最黄的黄脸婆，手痒，手超痒。哎，你好漂亮啊！什么意思？去煮饭啊？这是我的家。这是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买的家，还被你破洞。棒！这两个是谁？你看到谁？我谁都没看到啊！这时候，苏亚非常气愤地将那两个辣妹抓起来，碎碎配。你这个恶毒女人！所以啊，江边 out 的。你为什么打我的女人？你跟女人这么说，你跟他结婚证书，他还没离婚哦。你拿出来结婚证书，来拿出来，拿。out 的。有种就把结婚证书给拿出来。是吧？拿了一张非常大的结婚证书。好，不是你走，我走。两个辣妹，走。这时候索亚就你走就不要回来，不让我讲。索亚将他手上那个大大的结婚证书看了看，觉得，哎，这东西还有什么用处呢？灵机一动，然后往墙上贴，不是那边。刚刚破洞那边贴上去，然后看了心满意足的默默的微笑了，大笑，都发疯了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叫小美的女人很开心的在家里休息啊，她觉得这个空间好舒服，她突然想说，哎，玩一下手机好了，可是突然她的肚子好痛哦。他肚子超痛的，好痛，这痛都快不行了，痛到变得很美丽，很美哦，美到不行，又好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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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到她男朋友突然回来，男朋友很紧张，问她怎么了，怎么了，小美告诉她说很多天没大便了，我从这边大便，就她男朋友就从她口袋里拿出卫生棉，往自己脸上贴，你干嘛？殊不知男朋友其实是女同志。等一下，女同志哦，女同志也是蛮 man 的，对不对？是 T 吗？是那个 T 吗？对不对？但小美这时候肚子又继续痛，好痛好痛。可是她男朋友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办？我这里没经痛过。突然她男朋友热舞一段，这舒缓不了了。小美突然就神清气爽，站起来跟她男朋友一起热舞。突然换超强的肚子好痛，肚子超痛的，痛到，就她女朋友不理她，一直跳，就超强痛到昏倒，就她女朋友惊吓到她昏倒，就马上就闻她屁股。你是几天没大便啊？超强突然大叫了一声，大叫不是屁股叫。他们两个突然坐起来，好好的聊着人生，准备跟他求婚了。谁？小美准备跟超强求婚。我们在一起也蛮久的吧？差不多大概30秒。小美这时候心怀期待的问他：“你要嫁给我吗？”你要嫁给我？突然小美肚子好痛，小美肚子突然超痛，痛到快不行了。突然两个就抱臂身亡。棒！卡，很棒，结束了，恭喜你们也完成这场闹剧。我笑了两次哎，刚刚其实我是有偏偏微微笑了一下。什么？这场戏太乱了，这场怎么那么乱？完全毫无逻辑，毫无逻辑。而且我现在我到底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？是女同志。好了，那么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帮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他们两个频道，还有追踪我们三个的 IG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。拜拜。棒。